秋儿哥，秋儿哥，醒醒！秋儿哥，情况怎么样？放心吧，团长已经亲自带人把阵地拿下来了。 回来了，就在刚刚，最关键的时候，他提醒了我。梁干事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战场啊！我就不会打仗吗？除了拿笔，我也能拿枪。这个事情，待会儿再说。 真的恢复了吗？可能是恢复了一点儿，可是我再也恢复到从前了。哪怕只是恢复一点儿，也是好的。 现在是一会儿明白，一会儿糊涂。我糊涂的时候，就像一只死狗。我待在这儿也是累赘，我请求组织疏散我。不可能！你看，你今天不就来战场了吗？啊，你今天能恢复一点，明天你就能恢复10分，谁敢把你扔下？ 你为中国红军立下多少战功？如果这些都不算的话，走，你现在就带我走。咱们杀一个，杀10个白狗子，难道就不能从这件事上过去吗？啊！我以前是模范，可是我现在连正常的战士都当不了了。我在这儿就是累赘。模范，你要继续当下去。 因为只有这样，红军的力量才不会受到损失。你记住，模范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模范不光是战士，不光只能扛枪打仗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要直挺挺的、直挺挺的站在战士们的心中，像天上的星星，在战士们眼前最黑的时候，你要用最强。 最亮的光，照亮他们眼前的路，并且把他们带到正路上来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资格了。你有，你是模范。我见过你们俩以前的样子，也看到了现在你们的样子。我不能替你们俩做决定，但是我有说一说我的观点。 大家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发生在长胜模范身上的任何一丁点变化，都会引起他们的关注和不安。你们是红军战士，也有情感，也有苦闷。但是现在，对不起，当你是一个模范的时候，哪怕是曾经是一个模范，你们身上的责任都太重了。 重的都没有那些普通战士的权利。红军需要士气，战士需要模范，长胜模范邓秋生是一个英雄，一个传奇。现在，你比他更适合这个名字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也有这个能力。
现在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经过支队政治部首长的批准，我将正式加入长胜模范邓秋生的战斗小组，每天和你们一起战斗。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更准确地记录长胜模范的言行，再把他们告诉每一个红军战士。不瞒你们说，认识我的人都叫我疯子。没错，我就是宣传工作阵地上的疯子。但是我没有向首长汇报清楚，长胜模范邓秋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。因为这个故事还没有完，在这个故事里有战斗，有牺牲和眼泪，也有我，可能还有我的错误。还是那句话，等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，我会为我的错误负责。但是现在，我很荣幸和你们在一起。不，你没有错，是我错了。其实我早就应该把长胜模范这四个字还回去，我舍不得，我特别舍不得。但是现在我必须把它还回去。秋生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你走吧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了。咋了？为什么？我去找团长，我要把事情跟他说清楚，然后接受我该接受的处罚。秋生哥，不能这样，你要想清楚啊！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不是秋生哥，不是你干什么？秋生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把门给我开开！你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。但，秋生哥，你让我想一想，我求求你，你也想一想。我觉得，这事儿不能这么草率。
春望啊，春望，我不在了。现在这么大的事儿，害得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喽。春王，你倒说句话。现在两个求生都这样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才能让他们好过点，又让咱们红军顺顺当当的？春王，你说他现在干什么呢？收拾东西呗，磨饭。你以为挑自己料就走啊？肯定得有嘱咐，他总得和团长商量好，他这磨饭不当了，怎么和同志们说清楚吧？我觉着这不行啊，让大家都知道真的磨饭被俘虏了，现在的这个是个假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事要搁你身上，你能过得去吗？我也过不去，也觉得怪对不起战友的。磨饭就得能扛一般人扛不住的担子。沈阳，我们一般战士才能有个榜样，有个奔头。说吧，你说我说的对吧？操练，这个时候，为啥？为了过瘾，老子舍不得这个瘾，老子要再过一遍。下雨天操练什么？哎呀，你说，啊，
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。别救！就不听了，现在没空听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现在离渭河南岸还有20里，白狗子设了3道封锁线，我们刚刚打开了一条，还有2条，我们团就得像猎狗一样一条条的把它撕开。对了，昨天的仗打得不错，没有你我们不能顺利的拿下这个阵地。接下来你把你人组织好，把剩下的仗给我好好的打，等过了渭河喝庆功酒的时候再跟我说，现在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！你们先给我站住！打仗重要，我的事也同样重要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怎么处置我听您的。你是长胜模范兵中生，那你是谁？我是邓秋生，但我不是模范邓秋生。那在甘巷村的是不是你？报告，是。老龙沟的是不是你？报告，是。十字沟的是不是你？报告，是。是你。我告诉你，老子不认识什么模范，不认识什么传奇，老子就认识你。从现在起，你就是模范邓秋生。我跟你说话，听到没有？是。你干的那些事儿，我都一笔笔给你记住了。你赖是赖不掉的，但是我现在让你去好好的打仗，活着回来，就像在甘巷村老龙沟十字沟一样，你明白吗？是。
小伙子，你听我说，这话说出来有点无情。我知道，你们肩上的担子太重了，容不下普通人的柔组。但是战士们需要一个模范邓秋生，不管是你还是他，你们就成为一个人，好好的扶着你的兄弟，好好的照顾你的兄弟，战场上生死相依，你们就都是模范邓秋生。 我把现在的情况跟你们说一下，以我们最近的一道封锁线，作战任务已经交给兄弟们了。一旦打开缺口，我们大部队就会立刻过河。只有过了河，我们才有升级。但是白狗的不会轻易叫我们过河，大批的白狗的正在从两边赶过来增援和围堵。我们团的任务就是要阻击从西北方来的敌人两个小时以上，两个小时。 两位邓模范，只要两个小时，我们的大部队就可以过了渭河了。你们还在这等什么？滚，快点滚！带着你的兄弟的战友给我上战场去！从现在起，咱俩一起用"模范"这个名字。 称"模范邓秋生"这个名字是咱们两个的，咱们两个一块行军，咱们两个一块打仗。但是我再也站不起来了。我可以当你的影子。 你别急着反对，影子更适合现在的我。相信我，为了红军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也不会再有更好的办法了。邓秋生。 下面，我们请常胜模范邓秋生同志给大家讲几句。你是模范。 自己就是一盏灯，站上台，你就是模范，就是角儿。对一百个人说话，要比对一个人说话更用力，用一百倍的力。一对一，手指动两寸，表示你的决心。你对一百个人说话，胳膊要挥出两尺，才能让那一百个人看到你的决心。 同志们，我们离渭河南还有多远？不到二十里地，这二十里地，急行军只需要一顿饭的功夫。这二十里路，有的人要走一生。我们用鲜血铺路，用鲜血铺满这二十里路。接下来，还有200里。 2000里，为了走完这条路，我们宁愿把自己的性命踩在兄弟的脚下，也宁愿用兄弟的性命踩在自己的脚下。
半死不辞，生生不息。在这条路的顶头有什么？我邓秋生告诉你们，有我想要的，你想要的，我们大家都想要的，所有一切。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谁能告诉我，我们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有一位最亲爱的战友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他和你们和我一样勇敢，甚至他更勇敢。但是他被俘了，白狗子用刺刀顶着他的胸口问他：赤匪，你们折腾了20000里路，你们到底要什么？要田，要地，要钱，还是要杀皇上玩娘娘？他笑着告诉他们：你们这帮狗日的，太小看我们红军了。我们要你们从我们手中抢走的一切，我们要碾碎阻挡我们的一切，我们要一个可以看到的明天，最终我们更要整个世界。你们叫我邓模范，我很骄傲，不光是因为你们给我的荣耀，还因为有你们我能做成的事儿。我邓秋生一辈子20年，最最最最荣耀的一件事，最最最最荣耀的一天，不是哪次立功，也不是哪次受奖，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，我能和你们一起浴血奋战，这是我最荣耀的。你们心里的话我能听见，你们脸上的泪我能看见，我就是你们，就是我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长生模范，我们共用这个名字，一起死，一起生，一起走完这天亮前用鲜血铺满的最后20里路。江西到甘肃，从湘江到渭河，我们是活下来的少数，我们记着我们身边兄弟的名字，我们也记着死去兄弟的名字，我们吃一碗饭，用一杆枪，活一条命。我是邓秋生，我是邓秋生，我是邓秋生，我宣誓，我发誓，我宣誓，我们去最危险的战场，我们去最危险的战场，我们去子弹最多的地方，我们去子弹最多的地方，我和我的兄弟，我与我的兄弟，我和我的兄弟，我和我的战友，我与我的战友，我和我的战友，共同浴血，共同浴血，共同浴血，生死相依，生死相依，生死相依。
小事，就是胜利。他的命就是被人送到毛主席手上，你放心，一定会有人捡到。照片后面名字上被画圆圈的烈士，一定会保佑他被人捡到并且送到毛主席手上。他跟红军战士一样坚强。如果这回我没顶住，你要顶上。他们谁也想不到，长胜模范邓秋生有两条命。秋生哥，我也去。好，我们分两路。喂，杨干事，杨干事，掩护。回来，我走。秋生，秋生。
邓广范，按你的吩咐，火力点都已经重新布置起来了。眼看就要破晓了，我们必须再撑半个小时，死死守住白狗子的进攻，任务才能完成。你下碉堡。你怎么不下去？上面风大，还有月亮，我脑子不容易犯浑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胡闹！你给我下去。兄弟，任来！省点力气，留给白狗子吧。我们撑得越久，大部队渡河就越顺利。怎么撑得久，我们就怎么来。听我的话，给我留一块手榴弹。我站得高，看得远。一会儿白狗子走近了，我还能打得准点。下碉堡吧，让我跟我练一副身子骨，多待一会儿啊！去吧，下碉堡。下去准备了，邱成哥，邓国凡，再见。相片的机器该多好啊！秋生，你别操心，你那张相片弄不好，现在已经到了毛主席手上了。是什么牵引他们从爱？雪山爬过，看时光荏苒，已多少岁月，我依然在思索，是什么支撑他们？在茫茫草地跋涉，深深的足迹已被芳草淹没，只有风儿在诉说。
颜色。